容儿啊，我筹备紧个从小便培养道德嘅专题讲座，忙到都不知时间。系，我而家翻紧嚟噶啦，拜拜。忙咗成日都未去过厕所，而家先嚟急。哦，厕所又要行咁远。哦，现在夜深人静，唔会有人发现嘅。哇，太爆啦！仲以为今晚又报唔到冲头，要食白果，估唔到俾我影到啲咁震撼嘅画面。上次你喺度左头左势，今次我要你俾人笑足一世。咁多位早晨，谭校长早晨。今日各位为何用如此目光嚟望我？难道我冇啊？两位校长，你今日冇上网咩？圣贤啊圣贤，我谭道德如今因为一毒尿而身败名裂，你教我以后如何再立身于世？爸爸，你有冇事啊？你呢排系咪压力大得滞，搞到有少少精神失常啊？难道德哥哥你开始年纪大有泌尿问题？嗱，有病就要睇医生，千万不可讳疾忌医啊！要我讲多几多次啊？当晚我只不过系权宜之计，我冇谂过会俾人偷影嘅。最衰都系冲头，唔系佢，我点会同狗仔社结怨啊？诶，威学突然提起冲头啊，此事与佢有何关系啊？系因为爸爸佢似冲头咯，个记者因为黑得滞咧，影得唔清咗，所以搞错啊。遮住啲眼耳口鼻，又确实几似冲头噶喎。而家朗拿度夫人话要罢免我校长之职，啲家长又话要投诉去教育局，你叫我以后如何立足于教育界啊？啊，德哥哥，我有个主意，明日咧你翻到学校就要对住全校面前失禁，然后就公开承认你有泌尿问题。我明啦，跟住之后就话当晚系急得滞，赶唔切去厕所，系逼不得已先咁做。妈妈你好聪明啊！仲要承诺你以后会着纸尿片翻学，咁大家就会同情你，以后就唔会追究呢件丑闻啦。万万不可，咁做我尊严何在啊？就算保得住教职啊，我谭道德以后仲有面出街见人嘅咩？我知咁做系好为难你，但系总好过沾上露体狂之污名啊。系啊，爸爸，呢个系最好嘅解决方法嚟噶啦。士可杀不可辱。我宁死不义，我就唔信得翻呢一条生路。Merry Christmas and Happy New Year！ 希望大家有一个温暖又特别嘅圣诞节，新嘅一年咧继续幸福满满。我系 TVB 嘅陈志耀。